2021十大热词公布，有碳中和、元宇宙，还有 EMOYYDS。据中国新闻周刊微博12月30日消息，2021年度十大热词公布 ,EMOYYDS, 破防、元宇宙、碳中和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、祝融号火星车共同富裕、双减。这些热词不仅记录着网友们一年的流行用语和社会大事件，在社交平台、短视频平台的评论区也会经常看到。这些网络用语似乎成为了现在年轻人的新潮语言，也成为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特殊产物。怎么让这特殊的文化产物传承下去，值得我们深思。